50多年，人可以做多少件事儿？他用了整整半个世纪，却只做一件事。在这个中部小镇上，有超过1/3的人口从事同一个工作，这2万人撑起了全国75%的市场，而有个人站在这2万人的顶峰。周鹏程，江西文岗人，今年66岁，8岁起跟着父亲学徒，至今已50多年了。这半个世纪，他只做一件事情，制笔。为什么8岁就开始呢？做这个东西呢？那是跟着父亲帮忙，做点那个能做的事。后来我们就走上这个做笔的路上来了。在那个70年代，我们那个小楷做得非常好，还有那个以前那个照相馆，他就用那个好的小楷，修那个底片呐、所以写那个工装啊、时装的写字。文岗自唐已有笔势，明清时达到鼎盛，1600多年的制笔荣耀，却在上世纪70、80年代遭受重创。80年代、70年代那个时间，文稿就没有了市场，也卖不掉了，就拿到外面去卖。后来我们又找到什么？找到文化馆，他说你这个笔根本我们用不了，你这个是江西笔没有用，说是江湖差不多。说江湖的，我说你用的是什么笔呢？我一看那个笔就不一样了。他什么笔呢？他是那个北京制笔厂做的，那个材料是什么材料？全部是那个好最好的顶端的材料，我们这里买不到。后来我一想，下决心改良这支笔。做好一支毛笔，大小工序多达128道，主要工序有笔料、涂墩、镶嵌、水盆、结头、装套、择笔、刻字等。其中笔头制作工序最为复杂，要求极高。给那个故宫人定的，他要了40只那个羊毫啊，这个笔好啊，我就要大一点的。我说大一点的现在好难求毛，求不到个材料。他为什么啊？我说现在的羊不装那个毛了，我们这支笔都是30年前的毛。在技艺的行当里，高手才拥有话语权，而成为宗师并没有捷径。1976年，年仅22岁的周鹏程开始了最笨拙却有效的努力。他背上自制的毛笔，遍寻书画界高人，登门推销，收集反馈，再返家研究，如此反复近10年。我没办法，我心目中是这样想的，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文岗人会做笔。后来就回家下决心改良这支笔，要去买这个毛买不到，我们就拿别的毛去做，这样改那样改，我们就改了好多年。你是发30，我找你，你是要用什么样的笔？他是写隶书的、写篆书的、写草书的，我们都去找，投进脸皮去找。因为江西笔这个时间一点名气都没有，小楷是很好的，但是小楷很少，没有人写了啦，对吧？慢慢去改，改了以后呢，慢慢就成功了。配毛是考量制笔人转匠为师的关键。他那个毛缝不一样的，毛的形状也不一样，所以你要用比例，还要懂自然规律，一定要有阴阳去搭配的。中国毛笔的配方自古以植物麻料为主，但周鹏程开创性的启用猪鬃，打破了无麻不成笔的传统。在老匠人们的反对和质疑声中，周鹏程的第一批猪鬃毛笔意外销售一空。
笔好不好用，使用者最有发言权。市场的反馈让周鹏程为之一振。北京有一个叫姓李的，叫李广州，他在2017年的时候就不写字了，他找不到工具了，他叫上呢，他给我讲，周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我现在已经生病了，我就是没好笔写字，你把这个我这个笔做好了，你就救了我一条命啊！我说不懂你这个字的人做不了你这个笔，因为你做每一个人笔不是一做就成功了，那好难的呢，你首先要把他那个字看懂，写楷书要有什么样的毛啊？你一定要懂这个了，你不懂这个，你去做一支好的毛笔，你做不了。篆、隶、行、草、楷，不同的书法字体，不同的书写习惯，都牵动着制笔匠人的心。为用笔者量身打造一支恰到好处的笔，成为周鹏程追求的目标。他自学书法，琢磨每一种字体的笔锋，他请人试笔，钻研每一个提笔运笔的习惯，渐渐的，这成了他制笔的不二依据，也为他迎来更多的赞同和美誉。在行业中，笔有四德：尖、齐、圆、健。笔锋锐尖，笔头饱满，圆转如意，渐进不散。在周鹏程看来，制笔匠人同样应以德为先。享受到创新的成果之后，周鹏程没有遮掩，没有保留。朱棕原料在文岗制笔行业中迅速广泛地使用起来，为文岗毛笔注入了一股强大活力，而这种传承兼创新的韧劲儿，更为文岗制笔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曙光。这么多做毛笔的，只要你有一个零路的做好笔的，文岗的笔是跟得上的。沿袭古法，兼具创新，让文岗毛笔从此摆脱旧日桎梏，走向全国乃至海外。如今的文岗毛笔交易市场上，毛笔种类齐全，性价比高，发货量巨大，笔不到文岗不齐已成为行业佳话，独有的128道制笔工序也成了行业标准。目前的状态是从业者占了全国范围的80%以上，它的整个产值可能是市场覆盖率哈是不止80%，因为还有很多外地的，因为他们各种因素人员在萎缩，它生产力不足的时候是在文岗采购的，所有的基本上这个我们文岗占据了生产和物资所有的链条全是齐备的，其他地方都不齐备。这个就是我们江西啊，从天时地利上来说都得到了，然后再加上这个人和，我觉得是大家努力得来的。在这渐起的繁盛和热闹背后，周鹏程依然安守一隅，数十年如一日地在自己的一方天地中孜孜以求，不负盛名，不负初心。他依然只想着为书画者打造一支
恰到好处的比。